一个朋友呢，考虑二十考虑节约，省六公，省六公交关，省路那边蛮便宜的，这边呢阿妈不便宜嘛，都话俺爱东七八，出门啥钱拿来不呢？拿不了别人的家来家，这卡省了，省了才蛮快家买，说了二万的多，二到这卡香呢，拿到卡家，原来省下买，省下买五百一，五百一块，五块毛多省。生伢子们说，生了生伢，那这鸡这买鸡的这边这家这家说，这里这个都快吃了，阿妈得送回伢的到哪一块？那那也是后头李正被查的，李正变的，那片龙啊龙啊被，那话困难也来呢，东西来被龙被的，哪里有龙被，哪里古巴古被龙被干？那今那查了，路底下龙也送上查的，送上那边嘛，他比我送上那块呢，你拿起我被没收着嘛，被了吧？